看得出妹妹累了，我就不打扰了。你们几个好生照顾着点，出了差池莫说皇上，我这个心扉也不会饶了你们。小桃红，我们走。走。去天牢。许碧轩，你不是很恨夏嫣儿吗？那我偏要救她。亏得有你。心妃娘娘怎么会突然到这儿来？表面上是对你好，可实际上……圣旨到，许碧轩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经太后百日祭祀灵境，特命宫女许碧轩在一羽阁守孝三年，以报太后恩德，钦此。谢恩吧。啊，对了。相信自会还你一个公道。碧轩姐，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还有冬儿，她也不会再回教奴房了。啊，还有冯嬷嬷，皇上真是开恩，嘿嘿，真是太好了。碧轩，你终于成功了。几经生死，我许碧轩又回来了。娘娘，娘娘救命啊！姐姐何以这般凄惨？这个夏嫣啊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从冷宫到教奴房，又从教奴房到怡雨阁，许碧轩利用她两次。娘娘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抓进来，我是冤枉的呀。姐姐含冤莫白，妹妹自然知晓，否则也不会亲自到天牢来见姐姐了。来人，开门。娘娘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一定要救我呀，只要您救我出去，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许碧轩，一定不会让他好过。